姥姥，隔壁那拉棒棒糖要掐我，你得给我做。棒棒糖有什么好吃的？姥姥给你做个麦芽糖。麦芽糖是什么糖？能好吃吗？你小子掐好了，姥姥给你上一颗。姥姥，吃麦芽糖还是种啊？那得等到什么时候？是啊，过几天你看姥姥是怎么做出来的。姥姥，我都等了好几天了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你小子，姥姥这点心里还没脸做吗？姥姥，这水都快熬干了。傻小子，水熬干了，糖不就出来了吗？呀，快来看，姥姥做的麦芽糖来了。哇，姥姥你真厉害，麦芽糖你都能熬出来。那是，姥姥是谁呀？姥姥这麦芽糖好甜啊。